宇浩，感谢你的情报。小姐姐，我可以进来吗？这声音是……难道维娜也是皇室成员？你认识维娜？她是天魂帝国的公主。九九公主，可以让维娜公主进来一起协商吗？我有一件宝物想跟你们分享。嗯。霍宇浩，好久不见。你这是……一些意外，不提了。竟然有这种事。九九姐，以日月帝国和圣灵教的实力，一旦开战，我们任何一国都无法抵御。你打算怎么做？联合。我会尽快向皇兄禀报，只有团结所有力量，才有一线可能逆转形势。两位公主殿下，合作也正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不过我们所代表的并不是史莱克学院，而是我们的宗门唐门。唐门？这是宇浩研制改良的诸葛神弩炮，虽然是四级定装魂导器，其威力却可以与六级魂导器媲美。而最关键的是其中的充能奶瓶。这件魂导器就当是我们唐门的一点心意，你们可以拿回去研究，如果有意愿合作，我们随时恭候。诸葛神弩炮，冬儿，你真是令我刮目相看，不仅让天魂帝国也成为了我们的潜在合作对象，还让他们自己去琢磨轩老师研发的密封奶瓶技术，想来唐门很快就会多出两名新客户了。轩老师亲自监工的唐门地下工厂已经开始建造了，等完工后，一些高阶的魂导器也能投入生产，再有星罗天魂两国的支持，相信能遏制一下日月帝国的行动速度。冬儿，你辛苦了。其实你不必做这些，我知道你性子直率。这是我自己想做的，昊天宗与唐门同气连枝，发展唐门我义不容辞。眼下还有件棘手的事，明天魂师大赛就正式开始了，可是大师兄的伤势至少还需要静养10天。您正在收看的是日月电视台，本台消息，第2024届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开幕式正于今天在郊外大赛场馆内隆重举行。欢迎诸位来到日月帝国名都大赛会场。本届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开幕式由本亲王主持，有请参赛的167支各学院和宗门代表队登场。你的商业头脑这么快就帮唐门取得了开门红。刚刚那两位公主递了消息过来，以后每个月唐门供给他们各10架诸葛神弩炮。冬儿，这是你谈下来的，以后就由你负责吧。宇浩，我养伤期间比赛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哇，这么多参赛队，比上一届大赛规模大多了。最后即将登场的是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代表队。全大陆的青年才俊齐聚于此，实乃千古难遇之盛事。
全大陆青年魂师大赛在即，不知宇浩能否及时醒来。刚才人太多我没说，但你是唐门的大师兄，要早做准备，霍宇浩就算醒来恐怕也是废人一个。三天过去了，宇浩还没醒。这么重，我的心都要碎了。童儿，你倒下时我才知道你在我心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位置，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绝对不能失去你，谁也无法将你从我手中夺走。宇浩，我爱你，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一起面对。情况怎么样？阁主，最严重的是滞留在宇浩心口的阳泉火毒，一旦爆发就会危及生命，必须立刻开胸引火治疗。开胸？没事的，冬儿，我相信庄老的医术。宇浩，我也会为你保驾护航。最主要的危险解决了，但庞大的冰属性天地原理依旧在阻碍他操控身体，他的修为也被压制在三环，
雨浩，你好好休养，比赛的事交给贝贝他们。大师兄和小雅老师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不，玄老，作为团队的主控，我一定会代表唐门出战，我有办法。难道你将天地元力导入我的双腿和左臂储存，我能恢复实力。不行，这样你的双腿和左臂就废了。玄老，我有把握。冬儿，雨浩，我会支持你的一切决定。极致之冰有冰冻能力，你的腿半年之内不会有事，但切勿拖过半年。多谢玄老，参赛前要给你准备些东西。终于出来了，雨浩。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浩坐在轮椅上，一只手都能收拾你们。霍雨浩，这次魂师大赛我一定要打赢你。这么把我围着吧，太夸张了，你可是我们获得冠军的最大依靠啊。三十说得不错，出发出发，预祝咱们唐门战队早日凯旋。父皇那边如何了？陛下经常昏迷，失去意识。军方有什么反应？很平静。自从我们掌控了明都卫戍区后，军方的反对声消失了。帝国一半的军队都掌控在我们手中，只有五分之一在您政敌的控制下。我登上帝位后，他们死硬到底的话，你就去走一趟。是。你做得很好，橘子。我登基之后会立你为皇后，将来一统大陆，你就是我的元帅。谢殿下。大赛筹备的差不多，史莱克学院的人来了，先不要招惹，我倒是要看看他们与我们的人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去请庄离先生来，我有要事与他相商。是，殿下。
钢铁城市还是史莱克城更有人情味。终于到了。魂师大赛的贵宾吧，欢迎入住明月酒店。看来各国前来参赛的学院还有宗门都住这里。好豪华的酒店呢，报名的人多到要爆炸。恐怕全大陆五分之一的顶级魂师、魂导师都聚集在此了。你们稍等，我去报名。好危险的预感。究竟去了什么地方？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得有多苦？大师兄，小心！魂力里竟然有邪魂师的气息，是圣灵教。冬儿，先助大师兄疗伤，先把大师兄送到房间再说。晚上好，女士。大师兄，伤害你绝不是小雅老师的本意，他应该是被圣灵教的人控制住了。无论怎样，现在总算知道了他的下落。你放心，我们一定全力救出小雅。圣灵教是一个神秘莫测的邪魂师组织，却能明目张胆现身，甚至参加大赛，恐怕都是出自主办方日月帝国的默许。圣灵教由强大的邪魂师组成，而日月帝国拥有极强的魂脑器技术，两相互补，他们这番联合一定是为了更邪恶的目的。如果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这已经不是单凭唐门或者史莱克可以解决的问题。宇浩，你去找星罗帝国的九九公主商议一下吧。我也一起去吧，如果能尽力促成唐门和星罗帝国的合作，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霍宇浩，你说的是真的，句句属实。邪魂师是全大陆公敌，日月帝国公然与其勾结，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宇浩，感谢你的情报。九九姐，我可以进来吗？这声音是
来提升实力。他能借助阳拳，那我就借助阴拳。玄女，明白。不是很得意吗？不要伤害他。这次放狗了。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通过了我的考验，可以进入冰火两仪眼寻找你要的草药了。这股浓郁的香气是……我终于等来了能通过考验的人。那个人叫我幽香绮罗仙品，你就叫我悠悠吧。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好听？你是来找什么的？我叫霍雨浩，是为了我心爱的人来取相思断肠红。心爱的人，相思断肠红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带领你去找，但是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相思断肠红需要心怀挚爱、精诚意志之人才能摘下。如果你敢吃下这株草药，帮我试一下药性，我就相信你。你都不考虑一下吗？冬儿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不能拖延。只要能救她，我什么都愿意。眼睛好痛。我管你是什么仙品仙草，你要敢害她，我让你们都给她陪葬。王秋儿，别冲动，她不是害我。替武魂二次觉醒了吗？我现在不能确定，但我能确定的是，紫极魔童四大境界：纵观、入微、芥子、浩瀚。我的紫极魔童达到了最终境界，浩瀚。嗯，很好，很好。我已经不再需要通过肉眼去看，而是心眼。任何幻象也无法迷失的心眼。谢谢你，悠悠。不客气，你应该谢谢你自己。此外还有那个人。啊？谁？
有缘人你好，我乃唐门创始人唐三。此书摘自唐门宝典《玄天宝录》中的药片与毒片，凡用毒用药之法，可救人亦可害人，请务必持敬畏之心，谨慎对待。快点看，看完还要还给我。嗯。相思断肠红，唯恋有情人，花非凡品，择种而食。昔日爱妻于危难之中献计救我，魂散身陨，尤为此草救得，甚为感激。我等登上神界之前，特回冰火两仪眼重新种植，留待有缘人有情人摘取。悠悠，现在你能带我去找相思断肠红了吗？随时可以。就是他。集智于爱，幻化成神，精神化焰，有形无质，他居然就这么进入到了有形无质的境界。此草名曰相思断肠红，采摘之时必须想着你心爱之人，取一滴鲜血滴在花瓣上。为何会这样？不能这样。我看是你的感情不够真挚。不，应该是极致之冰将你的心血冻住了。啊，顾宇浩，快住手！阳泉的属性是极致之火，你不能触碰，会被灼烧死的。傅宇浩，不要，你会死的。嗯，恐吓乾隆。就可以为他人舍弃的吗？王秋儿，拜托你，他会死吗？会的。他死，你们都得死。
所以你最好帮我想想办法。本来是没有的，但是你似乎对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样，他强行喝下了一口极致之火级别的泉水，呕出心血，为王冬儿摘下相思断肠红，但也因此被灼伤喉咙、气管，甚至是内腑。没想到，宇浩为了冬儿，连命都不要。怎么样？内腑都被灼伤，按理已回天乏术。不知为何，竟有一股生命力在维持他的生机。看来是王秋儿救了雨浩。到底怎么样？性命无忧，但是他体内积蓄太多的天地元力，我不敢贸然注入魂力为他治疗，只能等他体内的治愈力将内腑修复好，自行速。是秋儿救了雨浩。